月四日，据媒体报道，多位广东佛山的网友在社交账号上分享了偶遇梁家辉的视频，曝光了影帝的近况。梁家辉率领着魏晨、武艺等多位年轻艺人现身佛山某农村。走在前面的他已经65岁了，脸上皱纹十分明显，所幸身材仍匀称，精神状态也非常好。看得出来，梁家辉在村民中的人气非常高。反观同行的小鲜肉们，似乎没什么人认得。网友看了视频后也纷纷留言表示只认得梁家辉，其他人是谁？梁家辉此次来农村其实是为了体验赛龙舟的。其他视频中他换了一身衣服，并登上船与村民们一起感受这项传统活动，很是接地气。梁家辉是 TVB 训练班出身的，后投身电影圈发展，尽管早期发展波折重重，可他凭借着日渐成熟的演技，不仅戏约不断，还经常在各大电影节上获奖，知名度越来越高，赚的钱也越来越多。非常难得的是，功成名就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陪自己度过艰难岁月的妻子，即便妻子后来生病导致身材走样，他也没有嫌弃过对方。结婚多年始终一心一意，梁家辉与妻子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